Hello everyone, this is Blair. Welcome back to Family Album USA with Morning English. 欢迎大家和早安英文一起走遍美国。从日常生活着手，我们将学习到最地道的英语表达。So guys,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As long as you love me, 非常的耳熟能详，对不对？那这里的 as long as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要怎么翻译会比较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What about Michelle's school? We'll move after the school term. What about our new friends? I'll make new friends wherever we are,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原文中就提到了这句 I'll make new friends wherever we are,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呢，无论在哪儿，我都能够交到新朋友的。那 as long as 这个表达，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它表示条件，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只要，比如说 As long as you tell the truth, I'll help you. 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翻译为只要。那第二种啊， As long as 它也可以表示原因，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既然、由于或者说因为，比如说As long as we've driven this far, we might as well go on. 我们既然已经开了这么远了，就不妨继续前进吧。或者我们说 As long as you're going, I'll go too. 既然你要去，那么我也要去。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为既然的意思。诶，那有很多同学有问题了啊。老师， As long as 和 so long as 他们都可以翻译为只要，那他们有区别吗？非常好啊，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首先 as long as 和 so long as 均可以表示只要的意思，用于引导条件状语从句。这种时候呢，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啊， I don't care as long as she lets me be with her son. 只要她让我和她儿子在一起啊，我不在乎。I don't care so long as she let me be with her son. 意思都是一样的。You can take my car as long as you drive carefully. You can take my car so long as you drive carefully. 你可以用我的车，只要你小心点开。You may use my dictionary as long as you don't keep it too long. You may use my dictionary so long as you don't keep it too long.只要你使用的时间不太长，你可以用我的字典的。好，那当 as long as 它用于本意表示与什么什么一样长的时候，与 so long as 它的用法上还是有区别的啊。as long as 它可以用于肯定句或者否定句中，而 so long as 它只能用于否定句，不能用于肯定句。比如我们说It took three times as long as I had expected. 这件事啊，比我预料的多花了两倍的时间。那这里呢，你就不能用 so long as 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学习到的这两个表达。As long as, as long as.So long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So long as.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跟着 Richard Stewart 一家人畅游美国。Okay, guys, this is Blair,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